哎、欸，如果奎伦再用那个万钧圣雷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痛吗？超痛的。有人说他是刚果人，六十九公分。你是外星人啊，刚果人。色情台，是你聊天是在色情，又不是我在色情。我只是把你们讲的讲出来而已。究竟奇奇会不会卡墙呢？是非只看成败。干嘛来吸经验呢？靠，跳按错，买错装了。靠你们了！干嘛？松鼠人！我都帮你配音了。不是解决问题。对啦，你们刚好看到我那细微的小操作吗？先歪一下头，一个歪头花就从我原本头的位置飞过去。什么招？什么招？越是弱小的人，越懂得力量的可贵。
No! Oh no, 被绑了！哇，不能开秀了，说。哎呦，他是不会早点射啊！早点射，不会。好了，我要认真了。我再死一次我就不死了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三这个数字比较好看，我待会再死一次。啊，怎么又来了？你看到他怎么死的吗，各位？我操！冲过头啊！这不算吧？被塔打死的不算吧？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个被塔打死不算。好了，我等下就去洗一次了，因为五这个数字比较好看，一三五比较好看。他推去哪里呀、啊？让我接他好不好？就死啊！超人哥，我要进场，结果你把人家越推越远。我靠！哎呀，输了、欸！什么东西啊！这把输了，死都可以吃了，我可以。到底是谁在搓啊？啊！哎呦！天空巨龙一脉召唤，请求集合。我是弱势弱小的人，越过力量的渴望。发现目标。
吃，我没说我要吃屎。这也输，十九杀，打个助攻。哇哇哇！